我们会尽快的，谢谢。 仙人掌哪来的？他吗？我前两天才拿来的，对空气净化很好。有人动过吗？没，当然没有，这是私人病房。莫先生，你怎么了？突然问些奇怪的问题。好的，辛苦你了。不客气。 先生怎么了？没事，没什么问题啊。Sorry， 是我大意了，秦爷找到叶启磊的病房。 Thank you.
你在干嘛？起来，起来！秦野，干什么呢？秦野。 Tout est bien fait. Mais quelqu'un nous a vus. Il vaut mieux qu'il disparaisse. Garde-le. Peut-être qu'un jour il pourrait être ton bouc émissaire. D'accord. J'ai compris. Bon, vas-y, non, ça ne va pas là. Non, non, mais allez-y, allez, ça va. Dépêchez-vous. Allez, continuez. Moi, je crois qu'il vient.上帝保佑，众多股民，麦克先生降救过来了。麦克先生，您说的是齐磊吗？你是谁？依然是麦克先生吗？我当然认识。我想问一下，这么多年了，他都住这里吗？这个笑话，不都是因为你吗？ 麦克先生5年前发生了车祸，被送到了这里，因为脑组织受损，丧失带种，所以麦克先生变成了植物人。植物人？是的。15年来，麦克先生一直依靠机器维持着生命，最近两年他的身体越来越弱，今天是最严重的一次。是认为的吗？ 应该不是，这应该是张上的奇怪消息。这些年一直联系不到麦克先生的家人，也只有莫须先生来看望过。正好，如果你是麦克先生的朋友，最好通知一下他的家人。他现在的状况很糟，恐怕是熬不过今晚了。我能进去看看他吗？你们可以进去。 不过，待已经昏迷了5年呢。你跟他说话，他不一定听得见。好的，我明白了。谢谢你，医生。干什么你呢？ 放肆！孩子，先生，请你们安静，这是1元，谢谢。抱歉，行，那我告诉你啊，别再丧心病狂了。5年了，你还不打算放过他是吗？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，他是我最好的兄弟，我怎么可能会害他？好兄弟，5年里。 你夺走他的一切，还取代了他的位置，还抢了他最爱的女人，你好意思说你是他的好兄弟？我没有，我一直以为他过世了。对，你是希望他死了，这样就没人证明是你犯的罪。够了，我用不着跟你解释。那你刚才为什么跑？我看到一个很可疑的人，我当然要追。
在我看来，你就是那罪魁的人。你有什么资格质问我？这么多年来，你为什么一直把铁藏在这里？你到底想干嘛？我不把它藏在这儿，它怎么能活现在呢？待在这里都5年了，为什么你到的时候它就这样了？我懒得跟你争论。刚才我进七点病房的时候遇到一个护士，刚从病房里出来，你找他问问就知道了。 你说的是不是他？就是他。好，请问，你之前给叶先生打扫房间的时候，有没有见过其他任何人？没有，叶先生的病房没有别人，只有他。不可能，当时我一进病房的时候就见到那个男人，你当时刚从病房里出来，怎么可能没看到呢？当时我真的没有看到，真的没有。 我知道了，他一定是藏了起来。你现在想说什么都行了。我想起来了，我从叶先生病房出来的时候见过你，就是他。Docteur，allez chercher l'aide。Allez，allez vite。 Monsieur, reculez, s'il vous plaît. Reculez, monsieur. Allez, sortez, sortez, on a besoin de la salle. Pas ici. Place. Allez, allez-y. Allez-y. Allez. Et si l'air d'une voiture, tu devrais fendre. Encore, s'il vous plaît, reculez. Allez. Allez, vas-y, vas-y. Ok, d'accord. Vas-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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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vas-y. Oui, oui, oui. Dépêche-toi. Pas de résultat. Allons-y. Vas-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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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vas-y. D'accord, d'accord. Essayons. Toujours rien. On réessaye. Oxygène, oxygène. De l'oxygène, de l'oxygène. Non, c'est allez, bon, encore, allons-y. Encore, encore. Qu'est-ce que ça donne? Essaye, allez, pompe l'oxygène. Allez, faites ton mieux. Oxygène, oxygène. Recommence, recommence. Vas-y, choque. <笑>你不是喊我吗？你。
不是觉得是我害了你吗？你看看我好不好？你睁开眼看看我，你不是要报仇吗？你快醒醒，你快醒醒，你不要骗我，你不是恨我吗？你快起来，你快起来，你不是要报复我吗？你凭什么这么对我？你起来呀，你起来呀。依恩，我送你回酒店。你不要碰我。依恩，我知道你现在很……我叫你不要碰我。依恩，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，我理解你。你理解我？你理解我，你就不会瞒着我偷偷跑到法国。要不是文熙告诉我，我到现在什么都不知道。如果我早知道一点点，也许我还能看见他最后一面。依恩，事情不是你想那样。我也是刚到，我根本没有想到我一来就……你不要再骗我了，我知道你早就到了。这两天都干嘛了？我在找齐磊住的医院。是，我是瞒着你跟踪默许到了波尔多，但我不知道齐磊在哪里。难道你以为默许会告诉我真相？我追查也需要时间。我承认，我一开始的确是在瞒着你，但我也是为了你好。我不想事情在没有眉目之前就影响你的情绪，更不想看到你再伤心难过。不要再说了，你根本就不想让我找到齐磊，所以你才瞒着我。你真的太自私了，秦爷。吴言来，你就是这样看我的吗？我一直认为，在这个世界上，除了叶齐磊，我最信任的人就是你。但是我发现，我错了。
一个特别会演戏的女人，你就别再受她的蒙骗了。好了，别想那么多了。叶奇磊死了，现在是对付他们俩的最好时机了。完成这个计划，就是对叶奇磊的纪念。回国以后，孙彼得的投资就会立马蒸发，你要加快收购施恩的步伐。下一步。 霍先生，嗯，你回来了，来坐坐坐。法国有什么收获吗？我找到齐磊了。齐磊？他在哪儿？他去世了。啊？他去世了？那你有没有调查出他是怎么进入那个疗养院的？ 是默许，这5年里都是他在照顾齐磊。这么说，默许怀疑齐磊的死与你有关。医生说了，齐磊是器官衰竭而死。可是默许并不相信。可是当时在齐磊的病房里，的确有个很可疑男人。我一进病房，他就跳窗逃走了。还有这样的事？这就是他骑的摩托车车牌号码。 我马上就找我的法国朋友，调查这个车主。一有消息，我立即告诉你。如果这个人真的跟齐磊死有关系，那我始终想不明白，为什么到现在还仍然杀齐磊？他都已经是个植物人了。会不会是默许呢？他一直利用齐磊来打击叶。如果默许真的要杀齐磊。 在这5年时间，他有的是机会，何必要等到现在呢？我想了很久，觉得5年前齐磊的车祸并不简单。你是怀疑当年有人要害齐磊？默许的话语中隐约透露过，5年前有人害齐磊。我觉得和那场车祸有关。我们现在在这里猜测也没有用，只要找到这个车主。 一切都明白了，那就麻烦霍老师了。伊恩和齐磊的事，就是我的事。啊，这件事你没有告诉伊恩吧？我没有告诉他。你做得对。伊恩刚刚遭受那么大的打击，如果他现在知道这些的话，一定受不了的。那调查凶手的事情，就拜托霍老师了。嗯。 叶奇磊怎么样了？死了。死了？他怎么死的呀？你别管了，这件事情我会查清楚的。 老大呢？法国。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把他一个人留在法国呢？万一他受不了这个打击呢？
行了行了行了，伊恩，太好了。好，小姐，我去叫医生。快去，怎么样？这个不能拔。哎，别站，你干什么呀？怎么了？你不舒服啊？告诉我。伊恩，听话。 别这样，这样只会伤害自己，知道吗？医生来了，你们先出去一下吧，我要给病人做个检查。哎，好。别激动，好，放松。他不跟我说话，还要拔针管。其实这几年。 他一直抱着一丝希望，现在连最后的希望都没有了。我真担心他。可在早晨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他是硬撑的。这种事情没有办法，只能交给时间。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他的感受，他的眼神很绝望。不准，你说他会不会想不开啊？你就别再胡思乱想了，好不好？有我们在，他不会有问题。 医生，我朋友怎么样了？病人的血压和血糖都很低，已经给他用过药了。不过刚才给病人检查的时候，发现他不是很配合，是不是情绪出了什么问题啊？他刚刚失去他最爱的人。那你们得好好开导一下了。这种时候，心理的疾病比身体更难治疗。他身体状况没什么问题吧？病人长期患有美尼尔氏综合症，情绪的过度悲伤会导致病情加重。 我建议还是留院观察两天吧。好，谢谢你。记住了，在他面前不要提起叶启磊这个名字。我知道，我会想办法分散他的注意力。 沈医生，要不要吃点东西啊？饿不饿？想吃什么告诉我，我去给你买。哎呀，我的大小姐，跟我说句话好不好？好吧，你想睡那你就睡会儿，睡完我们再聊。
乖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在家。伊恩住院了，你不知道啊？严重吗？还是之前的老毛病。我听陆晨说，他跟你去了波尔多，然后找到了叶奇磊。人走了？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。哎，先别说这些，你快过来吧。不是有你和陆准陪他吗？不是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好了，我知道了。医生说你得多吃点东西。去给你买点粥，喝甜的还是咸的？喝点水总可以吧？我这两天啊不能来上班了。嗯，你把所有的活动都取消了。另外，我让你准备的东西你都准备好了吗？这里面都是适合病人吃喝用的东西，你只要把桌上的文件签了就行。好，一会儿捡你个红包。你别忘了，我可是可以为你两肋插刀的人。我警告你啊，再调戏老板，立刻给我滚蛋。我们真不上没有办公室恋情。哦，还有，一会儿把东西给我放在车上，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。你就准备穿这身衣服去陪医啊？对啊，我替你准备了衣服。姐姐从来都不穿这种衣服的。不过说不准伊恩能够用上呢。真的吗？给我包起来吧。睡了这么久，饿了吧？我刚做好了饭，吃点呗。我不吃了，我出去一趟。